还是见面愉快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。怎么样？藏得很辛苦，哎、但是被我们抓得很快。是，里面特别热。特别热吗？一直其实过了可能15-20分钟就开始出汗。你那个须须是能够透风的吗？不能。其实有点，因为它须须后面又有一层类似于网的东西，然后，但其实反正这个好看嘛。啊，是蛮好看的。然后那个帽子戴上还蛮酷的。是是是。所以你真的那个舞蹈是认真的吗？哪个舞蹈？你说那在摇摆？哦，那些应该就是自然动一下。对，其实我小的时候是有跳一下舞。啊，真的吗？兴趣而已。跳的是什么舞种啊？就是喜欢模仿 MJ、Michael Jackson， 对，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小的时候，然后可能就跳一些小小的街舞。但不是很厉害，但是能看出您有底子，所以我在台上就一直在往下跳啊，你快往下跳啊，结果摆到那边就没有了。所以那个你跟你的好朋友之前他在车上特别特别的保护你啊，是吧，一通不睬把我往沟里带。所以你这次有什么感觉吗？就是别人一直说你这方大同，你自己一直不承认这种。其实应该蛮容易猜的吧，声音还是因为第一天上来唱歌，其实我有在彩排的时候有试着去稍微再就是变自己的声音，改变自己的声音，但是后来其实Fiona他说，哎，他说这样有点难合在一起声音，因为我们唱合唱嘛，对，所以他说，哎，不如你再收回来一些吧。那我说好吧，但是我说这样就特别容易猜。你自己是希望被猜出来还是很不希望被猜？其实我是在想上来再玩一下声音的，但是就是就因为合唱歌毕竟是合唱歌，如果就是合不来就也会有点尴尬。对，面唱将猜猜猜第三季荣耀归来。